就看到那而已，没关系，他住金环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。麦变，你这个还没打掉、哦。怎么打的？没有尖。不是给你的。刚刚才拿套而已哟、哦。你又打我了，安德。你不要来惹我，臭龙。哇哇哇哇！飞到你了，飞到无底洞了、欸。掉到外面的世界。为什么掉到外面的世界？他把我装出去啊！你在哪里 ？Only you。他一定装来飞掉了。哇！你想把我弄到一个弓出来啊？我记得最上面那个箱子还有一个弓，拿着弓进来啦，快！用功读书、okay。我在这里就有妖怪在欺负我了。哦，那妖怪哦，开出来其实蛮多的，我都没理他们而已。No， 木材都没有。有原木，有原木。哦，丢不到。你滚开啊！烦死了！龙啊，你再这样下去，我跟你讲啊，我等下打爆你这些全部东西，你就不要哭，我跟你讲。不要这样紧张了，你。还是要打我。有。在哦，我要看着那个龙在哪里哦，然后我就想办法走。那一边，这个塔也太高。还有两个 ，OK。这塔打得到吗？好吧，我先放弃。这两个塔好高哦，这样打两个塔，高的塔怎么打？高塔，各位观众，高塔怎么打？多打我就会打了。多打我也会打啦，你不卖笑。我觉得我要这样多。还是不行，不行，打没打？太高了，太高了，太高了，太高不行，太高不行，太高不行啊！各位观众，一直听到龙的声音，他在呼叫我了，还在打我啊！没有食物，没有绳，搞么？打么？食物，我身上有30个腐肉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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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行。你大啦！好烦啊！你走开啊，混蛋！信吧，信吧，信吧。信吧是什么？没事、啊。什么法咒来的？没事，不用理我。没有剑的吗？这个孩子。辛巴鲁玛，啊，是什么咒语来的？辛巴鲁玛，辛巴鲁玛，韩国的粗话，辛巴鲁玛，辛巴鲁玛，不行啊，嗨而已啊，
刚刚进来而已。哇，有些什么火箭炮是什么之类的吗？这样打不行哦。但是我看不到弓箭跑去哪里。那 FE 会比较好。感恩。干嘛了你？你帮到我。哪里？你们帮到我了，好感动。不要靠近我，你。大概这样。没有。还有哪里的还没有打呢？你看那个龙飞啊，哪里？然后有东西粘住它，那个就是。全部都剩下那么高了吗？对，剩下的都是很高，我打不到的东西。哇哦，看了吗？龙，滚开啊，臭龙！很高哦。他命没有满，食物饱食度没有满，不会加了吗？对啊。够烂哦。我居然没打中了。哦，我需要雪球啦，没有雪球了。没有雪球干嘛呢？回家咯。没有雪球回家洗洗睡哦。有来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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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来吧，拜拜年啦。上下上下这样子哦。这么高。没有理由的吗？这么高哦！你自己看了、啊，哎呦，来了！打不中啊，各位观众。早啊，午啊，晚安。落什么了？我要死了！你怎么可以呢？啊！哇！哇！打了我飞起来！他打了我弹起来哟、哦！你知道就好，很烦。啊！你也死了！记得带稿子。个人玩才可以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游戏。再死了，忘记了。打刘德华拿珠子，然后飞上去。哎，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问题？打吗？打吗？打刘德华。嗯。拿珠子飞上去打。可以飞的吗？你忘记刘德华珠子可以飞的？嗯哼。那珠子飞上去，然后怎么？然后打掉那个东西哟。去。哇。那个东西会飞上去的吗？哎，你现在在家是不是？对啊。坐梯子。梯子，你不要跟我说你不会做了，容易不了吗？梯子用木枝不是吗？对，然后一三四五六七九，坐梯子，爬上去比较快，我就爬上去比较快 ，fuck， 一样的啦，这个是哦，对，这是我东西，是。木材没有了，木材该在我的另外一个身体那边。欸、你要不要去找一下我 的, 身体？哦，我找到你的尸体了，不用了。里面有。我先继承一下你的装备，然后我去找东西。哇，那一只龙哦，那一只龙哦。这里保险箱还有些什么？这里不是有中介之眼吗？用中介之眼丢它啦。来哦，你丢上去塔上面，然后把东西打掉，然后再丢下来传下来。什么意思？你那个东西可以传送，对不对？你传到塔上面，把东西打掉，然后你再传下来，懂吗？不懂啊。那、啊、怎么可以把我的人传上去呢？你试试看，丢了个珠子你就懂了。Fuck！ 你是说中介之眼吗？不是啊， yeah? 不是啦。他还没有做。按得掉出来那个是叫什么？中介什么？我忘记了。你看我按了啊。连，哎，为什么会飞一个？好啦，对啊，我跟你说会飞的，就大家都会飞的。我只有三个而已，飞什么铲？而且是直飞的吗？对啊，直飞的。就是飞，我怎么可能会飞到上去呢？那边都没有墙壁。你知道有人用东西要丢歪，飞下来就可能呢。丢歪懂吗？丢歪。
等一下，我先找好我东西先。哦，找到了。啊！你不要再弄我了啦，我跟你说，人的忍耐度有限的，好不好？更。要死了他！我要死了！好高哦！哎，你真要你传上去的、啊，我真上不去。我只有两个而已，我交给你。两个你也可以的啦，相信你自己。我现在要做我的刀，我连刀都没有了，一直死就不见。你刀到我这边，你刀到我这边。我连，是吗？刀到我这边，都跟你讲了、哦。高高高高。走开！这样，如果我们下次再进去，那个东西会回复了吗？不懂哦，人家都是一次打完了，没有人分下一次、上一次的。分四 part 啦，是打一 part 就打一粒哦，上面那个。上面那个就差一点而已，你就快点回来帮我打掉哈。一 part 打一粒，我能打掉，我全部打掉了。我没有东西可以打的，剑也没有，刀也没有，倒在我身上，我走上去就爆炸了，我操！哦，用自爆的身体吗？用自爆的身体。现在我要点什么东西呢？我要丢的话，安佑剑呢？安佑剑去哪里呢？我打到了，直接点那个红色东西呀、啊！你懂丢 U 字形吗 ？U 它会飞，我可以控制的吗？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不白。就你丢一样东西，它是不是就会因为地形掉下来？欸？然后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的吧？哦。你聪明的头脑。对呀、啊，我完全的知道啊。你看我丢一次给你们看啦、啊、，Go！ 你试试看丢，试试看丢。行。啊、哦，我知道了。他丢了，他会歪下来，他有重力的是吗？啊，你终于明白了。我以为他是剑这样子直直飞过去的嘛。哎，我就死了咯。然后等你明白了，当时我已经打掉两个了。哎呀，这里吧。好像只剩下一个，没有，只剩下两个。哎，歹楼，我只剩下两个了，歹楼。我来了，交给我吧。没有，只剩下三个，三个，三个，三个。哇，我刚刚进来而已，安德，你做什么要打我？你去惹他干嘛？我没有惹他，他自己打。安德，龙来了，龙龙龙龙龙 ，no！ 呀，为什么勒住了？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死太多次才会勒住的。你勒住了是吧？没有啊。你卡住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恢复了。啊对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没要死，还没要死，还没要死。打五，做点事情，做 something please。我进来就死了，安德一直打我，他不要给我有存在的空间。带南瓜，南瓜没有，南瓜已经交给这个他的。带南瓜，带南瓜，带南瓜，我记得家有南瓜，在哪里？你有拿完了，家里面可以拿的我都拿了。你进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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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丢给你南瓜。Go！ 进来看地上，看地上，不要看上面。你不要这样紧张先，等一下我来拿完东西先。哎，自从败了打那么困难，我真的是。他哪里还没打掉啊？什么东西？我在看还有哪里还没有打掉，我已经打掉三个了。很远哦，这条路。
我们的床应该建在旁边的吗？不会呀，建什么旁边？床建在那个门的旁边啊，方便进入吗？建得这么鬼远哦。这么远哦，你自己看啊，你自己看啊，来了。还上来，它的入口最关去的吗？是怎么一回事？应该是会关去吧。不会啦，在这里的入口。来避呢？你看到龙在哪里，我就在哪里。这么一个黑钥匙在上面的，这世界都是黑钥匙 ，please。不是，有，我到了，我到了。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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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ext，next，next。Fuck you！ 我跟你说，你死定了。